死我了！都怪这个小精卫那么拼命追我干嘛？我本来就不认路，这是到哪儿了呀？这儿的斜方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这是秦瑶山吗？擅闯禁地山谷，你有分头去找。好，我等族人是啊，世世代代在此，强词夺理，让你拿去。这里是我们说了算，就是我们说了，不用再说了，现在就一分高下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别动手，别动手。玄魔君，你又迟到，你可知老子还有众位首领今日等你多久啊？对不住啊，小燕魔君，在下今日到处搜寻皮毛，所以来迟了。哎，赤魔君，这两位是赤水族和清水族啊。为了两河之间的一片山谷，激烈交战导致两败俱伤，伤亡惨重。说到底，还不是秒落大败之后，我魔族世代被欺压，地界也大不如前，守着这险恶贫瘠的焦土，怎么混得下去啊？小炎魔君，现在我们元气大伤，魔尊秒落又被封印，神族大圣之事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与其自相残杀，还不如与神族拼个你死我活。对，我们攻入封印之地，救出魔尊。魔尊嗜血好杀，不分敌我，如果贸然将他给放出来，恐怕……管他的，老子可不怕。与其这样窝囊的活着，倒不如就跟神族大战一场，充分地盘。那东华又有什么可怕？老子倒想跟他较量一下。小燕魔君魔功盖世，现在在魔族唯有小燕魔君可以与东华对抗。不过小燕魔君，如今赤魔君才是我们魔族之主，还是听赤魔君的安排吧。没有异样吧？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。小家伙，是你啊，乱跑进来。帝君，帝君，这什么奇怪的地方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，我就不能进去啊？东华，你的结局终究会到来，会按照我的设想一一成真。魔君，有人擅闯禁地。
华帝君为何要擅闯我魔族禁地？有异状，本君特来查看。查看？帝君可是忘了，这里是魔族，自然由我会看管。是他撞向我的？什么？我前来查看，还没落地。谁知他正好在我脚下，如果你心疼，向太晨宫要求赔偿便是。这魔族的人也太颠倒黑白了，明明是那妖兽想加害于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可是帝君是为了救我才跟魔族起争执的呀，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哎呀，凤哲姐姐，你过去只会添乱啊，帝君天庭共主，谁能奈何得了他呀？可是走吧。帝君，你我两族早已休战，各分地盘，互不侵犯，如今帝君随意进出我魔族禁地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不打算给个交代吗？我交代，魔君可受得起啊？魔君，擅闯禁地者是一名女子。女子？帝君，交出擅闯禁地的女子，此事便可一笔勾销。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魔族杀伤九重天，也要讨个说法。没看到